锅了啊。老板，有隔夜的饼吗？我这都是现烙的，哪有隔夜的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的袋子都把米弄脏了，不买不行。我没有。今天我过生日搞活动，一块钱十块。过来一块钱的，这下。老板，这一块钱十块的饼，我来一百块钱的。我这饼一块钱两块，哪能十块？他怎么就一块钱十块？不是他自己的饼，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。行了，给我拿十块吧。哎，兄弟啊，还没找你钱呢。不用找了，我自己的钱，想给多少就给多少。哼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爸，把那一百给我吧。你要钱干嘛？我的生日礼物呀。行吧。奖给你了，谢谢爸爸。老头子，我这身体不争气呀，拖累你了。哪有，年轻的时候你照顾了我，现在轮到我照顾你喽。下辈子咱们还做两口子。哎，你的眼睛里长